solo.皆さんは演劇を見るのがお好きですか？例えばイプセンの民衆の敵とか。皆さんは根っこから腐っている。私が重視するのは皆さんの利益です。还在到处搜捕。哎呀，都到了。老板，这我给你准备的猪饼。所以，早就该依我之言，去重庆。决定去延安，不是早就说好了吗？那是你们，我一直说去重庆，那里现在可是全国的文化中心，《风华报》在那里副刊。最合适。在重庆，针砭时弊吗？批评国民党，大风声刚发生的大隧道惨案，就是一个例子。辛先生，您认为呢？我同意婉婉，已经决定的事情，多说无益。现在不要讨论了，去延安复刊。明秋啊，风华报少不了你。城門封鎖、奴らを逮捕しろ。はい。久しぶりだな。この委任状はお前に渡すまで預かっておく。なぜ貴様をやったか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もちろん分かっております。彼は我々の味方。彼を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我々の三星地区における投資は非常に有利になります。奴の存在、中国戦線に重要。逃がすなよ少佐。その他何かお申し付けはございますか？
やつをこちらに引き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るか。ご安心ください。私にも考え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うん。俺の期待を裏切るな。时间没错吧？不会错。张政委亲自定的时间和地点。那怎么还不来？早知如此。在这歇会脚。你们站开路。阿生，他让我们把行李打开。我那个就走了。嗯，对对，赢的了。你们干什么？哎，无缘无故打人，你们就无法无天吗？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死给我跑！跑！你让开了，快跑！罗成，罗成，老师，各位，罗成，老师，罗成，马哥，别跑，别跑，别跑，你们是谁？罗成，嘘，罗成，罗成同志，为什么来这么晚？
反正还是老计划，越快越好。奴の身元は割れたか。フェンファーバーの奴らと思われます。すでに市内は捜査するよう指示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兵たちの失態を決して見たくはない。縄文以外は全て封鎖。縄文に警備を指示させ隅々まで捜査しろ。はい。罗成呢？罗成呢？喂，你要干嘛？让我走。哎呀，上哪儿去啊？我戴明秋，不与凶手为伍。哎呀，你不能走。放开你的脏手。外面全是鬼子。鬼子来得正好，我要为罗兄报仇。哎，你轻点，放开我，让我走，我要去报仇。让他走。罗成同志看错你了。我们打架的目的是复刊，不是去送死。能不能别让馆长失望？小伙，出去看看。是。我叫许光生，张政委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去延安。啊，谢谢。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星河，《风华报》的撰稿人。啊，他是记者周一航，那位女士是。我是翻译肖婉婉，啊，那位是编辑戴明秋。罗成同志生前的好友，出去准备。是是。怎么样？不知道班长见到人没有？走。应该没问题，鬼子多了，所以说接上了，大概20多个鬼子，兵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两倍。文字不行来武的，老规矩，盼着他。
干什么？让你们换上。哎，换这干嘛？外面的鬼子擦得太学了。哼，一群贪生怕死之徒。这个反正我不穿。哎，还没吃东西吧？来，吃点儿。嗯，俺有。你看，谢谢爸爸，这我喜欢吃。老赵，你怎么不给自己换双鞋啊？不用了，这鞋穿的挺舒服。哎，有事好着，慢着，哦，慢，慢，你，我过来，好嘞，给，有事给，啊，慢动作，快快，你，慢些了，慢些了，有事给，来，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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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やりますか。必要なのは一人だけだ。
老婆。大佬。班长，外面鬼子正在集结，咱们撤吧。撤。在里面，张文清，到。马东，到。石王，到。铁蛋，到。珠子，大董，小虎，刘远，到。全体都有，保护八卦同志，迅速撤离。是。
訳はするな。敵を消さればよいのだ。私は賛成いたしかねます。ハーズ C を探しているのは我々だけではなく、シナ人も彼を狙っています。これは彼の重要性を物語っています。きっと八郎君です。そう、八郎君ですよ。どうであれ、軍人は命令服従するのみだ。もし奴らを賛成から逃がしたら、切腹をして罪を追い。怎么样？不能在这歇啊！就是歇，也得去前面歇。永庆、马多，跟他们去前面，快！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坚持一下。这吃的用的都没带出。哎，我这有吃的，给。哎呀，这么脏怎么吃啊？嗯，好吃的呀。哎，小兄弟，我是应该叫你小同志啊，那个你叫赵什么来着？俺叫赵有情。赵有庆。赵有情啊，赵有庆，你的性格挺好的。喂，哎，到。有水吗？水。手都弄脏了，洗洗来。哎，你干嘛？这是喝的水，那又怎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刘源，往前面看看，晚上好歇脚。是。
怎么烤起火了？啊，烤火取暖。辛先生有远见，这小小的火苗，依严复先生的天眼论，实属人类之幸。也不尽然吧，物竞天择，故而图强薄夺。于国人，梁先生自有他所说的意义，但这不也是被日本侵略我巍巍中华找到了借口吗？这不可同日而语吧。只要将三民主义深入民众之内心，还怕将来不强大之日吗？哎哎，你干嘛？你们找事儿？你撞到晚晚了。啊，我没事儿。生活会引来鬼子。啊？八路军也怕鬼子？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听不见？你再说一遍。我说八路军也怕鬼子。你让我先走。跟我横什么？有本事杀鬼子去。你少说两句啊。为了接你们出城，我们牺牲了三名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出来！婉婉，我们这图什么呀？又冷又饿的，昨天睡破屋，今天睡山谷，明天呢，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已经出城，他们在洞里生火，费心了，跟他们一块儿太危险了。婉婉，我们走。对待这帮文人，婉婉，要有点耐心。何必在这挨冻受饿呢？出去找个村庄，在老乡家歇几天。村庄情况怎么样？好吧，附近没有村子。我不走。咱们的干粮，也只能维持几天了。老大，走啊！怎么办，班长？我答应了洛城。谢老师，说句话呀。先休息吧。老大。
秦先生，罗成说，他最喜欢吃窝头。吃饭，啊，喝水。班长，我去附近看看有没有水。班长，班长，来来来，来来来，在这儿呢。听啊，有信，有信啊！哎，哪来两条枪啊？碰上两个鬼子，被我干掉了。行啊你！受伤了？没事。给我，班长，没事，一点小伤。准备撤离。是。隊長、我らの門番は今やれました。連日の捜索は無駄ではなかったな。ついに見つけた。隊長、今回は奴らを全滅させます。縄文戦は奴ら逃げられました。大佐はとてもお怒りのようです。愚かな人はただ怒るくらいしかできない。
急げ急げ。しろ。し東京で何年も暮らしましたね。それについて小鬼叽里呱啦说什么呢？とても評価しており、あなたをぜひ。何俊当年在日本求学，并了解我国向来重视人才。此行我特意带来委任状。あなたの類いまれなる才能を我が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ぜひ発揮していただきたい。想邀请你成为宣传部长。希望你为大东亚共荣做出一份贡献。何子希，享誉日本文坛的中国作家，去年拒绝出任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从此下落不明。君たちはもう完全に包囲された。気をつけないと約束してくれ。分かったか。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我就还了他们。小鬼子，你做梦吧！手榴弹拿给我。谷川，よく聞くがいい。力があっても正義がなくば。止められないぞ。我不知道日本人一直都在抓我，我对不起罗馆长。对不起死去的八路军战士们。日本人在找我，我出去。
金老师，你别拉着我，你让我出去。他们找的是我，只有我出去才能救大家呀。他们找的是我，让我走。就算你出去，大家都得死。班长，让我去代替希特先生。不行，死的人够多。弄不好，疼吗？
刚刚那么危险，命都差点保不住了，你们怎么保护的？一航，怎么说话的？你们还一群当兵的呢，成天就知道躲躲躲、撤撤撤的，一群窝囊废。你什么意思？好，要徐岩你们去，我不去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他给我带回来。我不去。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你来干嘛？真是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们能这么危险吗？我就弄不明白了，一个凤华豹就能复兴中华了？我们担负不了那么大责任。我这千里迢迢的，吃这么多苦，我图什么呀？哪儿去不好，非要去延安吗？对不起。想着是马上送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好吧。
何日探しても全く後が出かない。まさか奴ら空を飛ぶわけじゃねえだろ。実は。はい。隊長、我々は城から出てきて何日か経っています。人員の装備は大量に破損しています。跡形がないのは方角が間違ってるからだ。隊長、大佐に応援の要求をいたしましょうか。全員集めろ。北へ向かって夜を徹して向かう。新和尚，新和尚，好烫，应该是发烧了。水，我这有。啊。没事了，走，我陪你走。不用，来，我自己走。哎，不用。哎，金先生怎么样？看辛老师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急性肺炎，急需盘尼西林。盘尼西林？而且如果不及时救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就想想办法，搞些中草药，看能不能缓解他的病情。刘元。永清，永清，离这最近的黄河渡口在哪儿？在立河村，不过渡口上有鬼子的一个据点。我们之前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就是要避开鬼子在黄河边的封锁线。可是现在新河先生的身体不好，我们必须要改道，以最快的速度渡过黄河。永清，接下来由你带队向临河村改道。是。刘远，你绝对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与你们会合。拜托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来，扶他下来。永庆，水，好。
到家了，我有话说。ここでお休みになっ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さあ行くぞ。哎，醒了！咱们见了面，面如玉。我们经常写关于爱情的歌呀。我认为呀，回部队呀，比去破译高兴。你说了。
三嫂，姓叶，你家的琴水很好听，又亮又尖。到底是有学问啊！你这写的啥呀？我都不认识。你看，我呀，这是在写日记，每天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转瞬即逝。可是我要是把它写在这里边，这就可以记上一辈子了。难道这大好河山就要葬送在日本人的手里吗？有多少仁人志士洒热血保江山。班长，收拾一下快走吧。班长，我去周围看看。我找点吃的。三个啊，别三个，那老夏，老夏，你别害怕，我是八路军。你是八路？来，都来。二哥，二哥。八路军了，现在村子里还有多少户人家？这几个月有鬼子不是来我们村上杀抢，老百姓都跑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人不多了。来，徐班长，吃，吃点，吃点。我不饿。来，你吃。谢谢老叔，我没饿。你们吃，我还了。吃吃吃吧。来，徐班长，来吃点吃点。我真不饿。来，徐班长吃点。我真不饿。来来来，吃点。真的不饿。徐班长，吃一口吧。现在村子里还有没有船工？咋的话，你们要渡河？对，我们这次来是执行任务，
要把这几位先生送到延安去。黄河渡口遭扰，鬼子给占了，还修了炮楼了。要不然，我连夜送你们过去。不行，夜里黄河风大浪急，那样太危险。咱们天擦亮再走。班长，你那去换岗去。你歇着吧，还是我去吧。哎，班长，你看你都立了几天了，嗯，赶紧歇着吧。我去啊。林川村の私はだ、今夜中に奴ら川を渡る。行くぞ。隊長、中国人は夜間は川が渡りません。明日早く出発しましょう。はい、行くぞ。隊長、最近みんな疲れています。なんだと貴様、こらこら誰、こらこら、行くぞ。你们从延安来的人都这样吗？这么坚强、勇敢、有信仰，又无所畏惧。想家了吧？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坚强、很独立的人，这一路走来，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要不是有你们，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不过还好，马上就要到延安了，一切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对，说不定到了延安就会好起来。嗯，我去村口看一看。哎，到了延安，再给我一块新的吧。鬼子来了，有多少人？有一个小队，离这里有十来里地。十来里，你跑那么远干嘛？
我都三年没回家了，我不是想我妈了吗？是不是鬼子来了？对，要不然现在我渡你过河。也只能这样了。今天武器请装上阵。是是。新阿哥，今度こそ会って話をしましょう。哎呀，啊啊！他们不会杀我的，让我去。大丈夫だ。我知道该怎么。
怎么做？好久不见了，新海镇，你好吗？李振宁，社长とお茶を共にした時、ある若者がいきなり飛び込んできて、俺が書いた本に署名をいただきたいと言い、社長に叱られていたが、それはあなたであろう。そう、それは僕です。新波君、私は今あなたに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あなたの今の立場は木と同じです。もしあなたが我々の側に立ってくれるなら、私たちはいつまでも友達でいれます。でもあなたたちがこの川を渡ろうとするのなら、私たちは殺し合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吹きつける風がいくら強くともたわむだけで木は折れたりません。走啊！走啊！
们胜利以后都有什么打算？我都想回去陪我妈。我从小就没拍过什么照片。我只想到延安以后，我想看看西河先生拍的照片。马多说。